现时在香港通过认证的 B 级涉及不同范畴的行业和大大小小的规模，究竟先驱企业是如何参与这个运动的呢？香港的营商环境的确不容易，但亦都是我们人人学社成为 B 级的原因。因为成为 B 级之后，令到我们的使命愿景更加具体，市场定位更加独特，亦都帮到我们营造我们的公司文化。因为我们相信 B Corp 在环境和社会责任上面的理念，其实有一个第三方的其实去检视我们的一些运作，其实我觉得是更加重要，令到我们更加在未来发展可以更加完美。作为一个共享工作空间，我们都会以建立一个平衡的营商环境作为我们首要的任务。我们认为企业是可以为世界带来积极的变化的。我们公司 Pi Strategy 在四年之前其实就成为了 B 级，尤其是透过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业的一些 consultancy service， 希望帮到不同的企业可以去带动他们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他所希望企业去规范的各个方面，例如是社区员工、客户环境和企业管治，都是 Power IT 我们企业价值希望 focus 的方方面面来的。我们作出每一个决策之前，都会考虑对所有利益持份者的影响，积极为环境和社区带来正面的效益。成为 B Corp 会更加适合未来所谓的 future proof。公益企业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加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还有客户、社会、社群之间有更加透明的合作。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是会令到我们的服务或者我们 business 更加蓬勃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成为一个先驱者，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一个带领的作用。果有公司想成为 B Corp， 我想我第一个会给公司的建议就是想想究竟其实为什么自己要成为 B Corp。 因为成为 B Corp 其实是我会觉得其实是真的参与一个 movement， 真的想用自己的身份去我们做的一些好的事，真的在 business model 和我们可以真的做一些对社会正面的事入面一个结合，可以 inspire 到更加多的不同的企业。我们定立 business plan 的时候，更加关注员工、社会环境、顾客管治这五个范畴，同埋鼓励员工多啲参与意见，就可以迈向成功噶啦。我觉得所有同事都好自豪啦，我哋成为 B Corp 啦。首先第一个最大的改变，当然就是你会发觉同事之间其实是 conscious 了很多的，会发觉咦，我用了这些字之后，我咪要去回收呢，这个是那个意识是强了很多的。第二样最大的改变呢，其实我们公司是有11个 office 在不同的地方，我们香港和新加坡其实 inspire 了其他 office， 都觉得喂，这件事都或者是我可以做到的。这样希望藉此向全世界表明，我们有宏大的理想和坚定的决心去争取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美丽的世界。 B Corp 的勇气是来自于人人学社的使命，是协助更多的人和机构成为 Change Maker， 为社会带来更正面的改变。而我们自己也都要 Be the Change， 改变由我做起，成为 B Corp。 我们深信以企业的力量舒缓社会问题是最理想的营商模式。而当我发现 B Corp 和我们的创造共享价值理念一致，我就决定即刻申请 B Corp 认证。想了解更多和加入共益企业行列，可以到以下网站、YouTube 或者电邮我们。